父亲，女儿已经出嫁了，他们给的聘礼很多，我想母亲应该不用再辛苦地做那些手艺活，艰难养家了。父亲，我知道你一直遗憾，没能有一个儿子可以光宗耀祖。你总是对我说，一定要嫁个好人家，让镇上的人都看看。 您家的女儿是好福气的，但爹爹，我没有被执任大人选上，可能要让您失望。这真的是写给你父亲的，松开他吧。